我真係唔知你等三號，唔係啊，呢個啲冇咩咁樣。
我们一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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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輪近嘅隧道，OK？好，準備喎，一、
三，恐怖喎、啊，真係。Yeah.
睡前的起床，有事突然我自己有公式装于我话，我只怕你会太多，我要自己的主播，多谢你能记得，你会同你我全部都识破一条，要尽也不必，来独处一世，世事都不重要，年来也光辉了，少几年不要，世上你能过过数年，亦要照顾你需要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就講你唱到咁多隻歌，你最中意邊隻？通常我都話，唉，呢兩幾隻都好中意，咁呢隻係最中意嘅。呢隻歌叫做《有人同我唱唱 Thank you》。其實兩邊邊個快都係講。
變化去創立同處理嘅。咁有好多唔同嘅創意啦，有好多唔同嘅處理當中啦，亦都有全新嘅業務模式嚟講，希望大家進行睇完 show 之後咧，都去 shopping 去支持大家嘅。好，咁啊，既然大家都知道遊戲玩法，咁就事不宜遲嘅喎，我先問第一條，咁啊問啲工作員幫幫先啦。我想講第一條乜嘢問題？好啦，第一條問題咧就今日 feel， 咁啊 feel 就係話中眼力嘅喎。第一條問題，請講出阿 feel 2023年春嘅新歌歌名。睇睇，等等，選擇題嘅角色啊。A 係選擇題，選擇題嘅，我都相信答到，但係可能前提都俾少選擇 A。好，準備了喎，阿彪都準備咗啦。好，1、2、3。咁應該係後面呢位小姐最快啊。係後面呢位小姐，好啦。係啊，因為後面嗰小姐唔知後面仲有幾位小姐喎。好啦。係啊。
即係第